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这会儿去上班啊，但是今天的任务有点繁重，因为今天要带两个小朋友，要带甜甜还有多多。我是多多。小朋友两姊妹有点闹，情绪有点不开心啊。因为今天是周末，妈妈他们那边卖鸡的那个生意比较好，然后婆婆妈去帮忙了，然后胖哥也没在，所以说我要把两个小朋友带到店里面去，不知道他们今天两个表现怎么样啊。妈给你们说，到点年头要听法啊，不准打架不准闹啊，好好的耍，听到没有？因为下午甜甜还要去学舞蹈啊，等一下又是我送她过去了，今天要表现好一点啊，不然下次妈妈不带你们两个去了啊。我听法。你听法啊。妈妈你打过去。姐姐也听法，走。现在已经到店这边了。那你们好好耍，妈妈要去做事去了。听到没有？不准闹啊。张文贤你帮弟弟打好啊。能干啊。你是哥哥吗？你弟弟。甜甜。你把两个弟弟打好哟。不准闹啊，有东西分享，喊姐姐帮忙，妈妈去忙了。真的是当妈妈的都不容易啊，又要上班又要带小孩，小周周因为今天是周末嘛，把小朋友也带过来了，刚好三个小朋友就可以一起玩了。我们这会儿就要去忙工作上的事情了啊。白洛他是鸡家，他是小鸡家，他是小散落。钱可以给你吗？你怕不是来帮忙，你是想来骗妈妈之前的钱哦啊啊！人小鬼大啊，孝敬你。好，等下妈妈把外头之前买了那个钱给你嘛啊！你也能干，说清楚哦。张文熙，你说啥？姐姐都在帮忙啊！我有点怕，你有点怕呀、啊？有点怕老板。没得事，等下姐姐保护你。我也怕老板。哎呀，你怕老板呀、啊？我怕他告诉我来了，我也怕。不得不得，看到没有？姐姐都在帮忙啊。你们咋子嘛？你说我们还小。你还小，哎，对。你们还小，你们学着帮忙呀。哎呀，你们快出去。好，妈妈不要你们帮忙了，快出去耍。妈妈弄两下弄好了，妈妈就带你们去玩蹦蹦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哎呦，本来姐姐在这里帮忙帮得好好的，这两个弟弟一来不得了哟、哦。好，快出去，杨俊，你快帮弟弟打出去。妈妈弄完了就，那里头妈妈来放。哦，那个要拆包的。拆包。哎，要拆包，拆五盒，要拆包的。哎，还要装饮料，妈妈来嘛啊、哦。不要。哎呀。看来今天你是安了心的要跟妈妈帮忙帮完，要把那个钱挣到啊，是不是啊？小周周，
我就先带甜甜去跳舞去了。好的。等下那个收废品的那个，把那个纸箱箱收了，把那个钱记到，给甜甜留到，人家再三叮嘱了的。好，有的。好，拜拜。好了，这会儿要送甜甜去学跳舞去了啊。今天的视频呢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了啊。今天有点小忙碌，但是很充实也很开心啊，有两个小朋友陪着我上班工作。好了，拜拜朋友们。